然后特别想感谢的一个人，就是很想感谢 Lisa 老师，因为很暖心的给我鼓励。Best center for today，空学二，空学二。就是在我不好的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很严厉的会指出我的问题，然后在我好的时候也会。其实我想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真的很多都是 Lisa 老师的激励，然后也希望说在最后的这个时刻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向前冲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去，然后让我更往前走。可能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顺位，没有想过会这么快的就到这一步，更好的成绩，谢谢。加油，孔雪儿！谢谢坤制作人对我的不放弃，所以我的脸也没有再臭了。这个头发呢？我觉得为什么他不是说带给我幸运或者什么，主要是这是你们第一次见我，认证我实力时候的造型。然后我今天的头发又是大家熟悉的发型，时尚三丰。没错。然后说，所以今天我戴着这个头发，我想坐到这9个位置里面的其中一个，我觉得也是要告诉大家，找到了，你敢信？就是一直努力的冲下去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敢。我赵小棠不是水做的，就是铁做的。以后我的小名不叫水水，叫赵铁牛。感谢我的青春制作人们对我一直的陪伴，因为只有你们的陪伴才能让我走到这个位置。我也会用我的努力，S 号的我穿进来了，虽然有点挤。然后爸爸，就是我一直也知道你，让你们觉得骄傲。最后对我的父母说两句话，妈妈，以后不要再说我胖的问题了。你看，你可能不太支持我来这样的节目，但是呢，我这人就是轴，我来了我也陆可做然，到你为什了。么让大家闭嘴啊？因为这么酷的吗？你要不要给一个温柔一点的回答？你就是，想对那些质疑我的人，然后定义我的人，让他们闭嘴。红这么酷厉害啊，春红！来，客人第14名。谢谢。柯然这一次的主题考核是第一次当中心位，也让大家看到了你的魅力，继续加油。我总是表面上说说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，但是呢，每当深夜的时候，总是会那么有一点点定的目标，不管这条路多远多困难，我一定会到达的。希望这条路上在意的是一点点吗？你确定？在被窝里偷哭啊，就是以前嘛，然后现在我要勇敢地说，我有坚持。我们两个先互相取暖，把手给我。你别，你给我过来。下去，想想这首歌的状态，不要害怕，一定难受，憋死。